恒阴仙馆的各位领导、道友啊，还有我们香港的各位朋友啊，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诸位啊。其实刚才陈道友说这个抽休假日时间，实际在我的概念中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是在讲课，就是在学习，或者是自己在练功，没有什么休息之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像今天第一张图片大家看到的，我们都在修道的路上，都在学习道教的路上。 这个是没有休息之说，除非有一天你跑不动了，啊，好，那么今天我首先要特别，还是不好意思的要说一声，没办法，因为广东话、香港话，我不仅说不了，而且听起来也有障碍，这个恐怕是我现在要学习的地方，以后可能随着来香港越来越多啊，对于这个粤语的了解和这个听力各方面会好一点，但今天我指的还是用这个国语普通话。 我尽量的、尽量的把话语放慢一些，但是因为我个人讲课风格的原因，如果大家觉得哇，老师讲的好快，信息量好大，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本来是三个小时的课，就是两次啊，两次，但是呢，大家放心，我把我今天所有的。 大概有六十张的这样 PowerPoint 呢，全部留在这个电脑上啊，我就提供给彭英先管，没有问题。哎，如果先管方面感觉也方便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啊，都是汉字，我们作为中国人没有问题的啊。好，别的话不多说啊，我们就开始。今天呢，我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把中国道教的经典的基本情况进行一个改说。当然，大家在海报中看到的题目。 研读与体证，研读与体证。其实今天我们讲的很多内容是一个介绍，但我为什么强调说研读体证？因为我们今天是在道观中，作为一个道教徒，你学习经典的目的，并不是去做一个学者，你并不是要出版多少著作。这个是我们道教徒跟大学里的教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道经来学道，来修道。 来证道，所以今天我拿出的第一幅图片，刚才提到是跟大家阐述说，道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我们这个道教的最高信仰，它永远在路上，需要我们精进不懈地去努力。而且大家跟道门结缘，也大概知道，道在我们的道教中作为最高信仰是没有形状的，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道德经》中都有这样的话，对不对？道可道也，非常道。 怎么办？好，来到我们的主题了。所以，我们历代的天尊，特别是我们的先真祖师，他把无形的道、他的真理、他的真谛，有形为文字。这个文字特别指的是中国人的汉字。啊，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英文的道经，啊，或者一部其他文字道经没有用中国传统的汉语言文字把道记载下来。 我们简单的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道经，所以大家要注意，其实开头的这两章是整个我今天的核心，从无形的道到有形的经，那我们现在修道的路数其实是从有形的道经到无形的大道，是这样一个过程。好，今天的题目，我给他还起了一个名字，请大家看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叫“慧心言经教”，慧心指的是。 道经博大精深，它不是用后天平常的智慧所能够去研究的。小小的聪明，小小的才智，包括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博士，博士是现在我们全球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学位获得者。但是我研究道教二十多年，直到在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我觉得我只是开始学习道经。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哇，你们这些博士好厉害呀、啊。 后、oh, 你们这些很厉害的，你们研究这么多年，其实道经太了不起，因为它用的不是后天的聪明，再聪明是没有用的，它用的是我们先天的本心智慧，所以我叫慧心研经教，啊，研读，经教这个词大家也要特别注意，是说道教的教是从经典过来，所以以前我们正式说道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它是一个三动经典的教。 通过经典来教化教育大众，它叫道教，啊，等一会儿我还要讲。所以前半句讲的就是我们应该发什么样的心去研究道经，后半句跟我们全真道教，特别是龙门派啊，我知道我们先管就是龙门的法师，这有特别的关系。性命体玄宗。那么我们在学习道经的过程中会发现，仅仅用我们的大脑去努力是没用的。刚才讲过，用什么？ 性命双修，这个经典不是把我们全部的身心性命投进去、投入进去，你是根本不明白它里边在讲什么样的玄妙。全真道大家知道啊，今天我跟大家也啊发了这样的经典啊，请仙馆的道友们印了，对吧？有我们的全真赋，大家知道全真道立教的一个根本就是要性命双修，内修真功，外见真行。 对不对？两个都要真，你才叫全真道。所以说，如果不是性命双修，两方面全真的话，我们的经典只停留在文字上面，大家还是不能体会。所以跟大家首先报告一个我每天的作息规律哦，作息规律包括来香港，我一我不管到哪里都这样。早上起来之后，首先要叩齿啊，等等等，这个不用说，然后。 我们要喝一杯清水，喝清水是有讲究，就不能喝咖啡、茶，什么都饮料绝对不能早上喝那个。一杯清水之后，我们就开始读道经，读道经。那至于读什么样的道经，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是要应合早上起来那个最清明的清晨之气，用我们清静的身心来看清净的道经，来看清净道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性命体玄宗，啊，性命体玄宗。 好，讲完了这个之后，请大家注意看一个小问题，请大家注意看这里。诶，我知道我们全球现在通行公历，今年是二零一八年，但是作为道教徒，你一定要知道，今年是道历四七一五年。记住这个数字，因为它代表了我们的传承。我们的道教最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啊！我在全国的各地，包括来香港，包括很多地方讲课，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并非在说我们历史久远就比其他宗教如何如何，但是作为中国人，作为我们的华夏的啊子孙，我们传承道教文化，我们要非常骄傲，因为我们是四千多年的祖师先真给留下的东西，我们很骄傲。好，好，今天我的讲座大概分上篇和下篇，但是在上下篇展开之前，我首先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啊。 就是什么是道教经典，什么是道经？这些年我走全国的道教界，包括学术界，这两边我都在有联络。我发现一个很惊人的问题：道教信徒、研究道教的学者专家们，对于什么是道教经典认识差别极大，差别极大。比如观点一，有人说道教经典我知道就是一部《道德经》，而道教你的经典就是《道德经》，这是第一种。 啊，有人是这样认为。当然，我们知道这种认识还是非常之肤浅，他可能却没有看到更多的道教经典。那再比如，有人认为道教经典，那我知道就是我们指导我们的道长如何去做科仪法事，他只看到了一些在我们的科仪坛场上所用的经典，以为科仪经典就是道教经典。再有一些学者，因为他们不太参加宗教的实践活动，他们认为道教的一些哲学思想、教义的经典。 就是道教经典，这同样是片面的。所以，我今天今天可以开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是道教经典。大家知道，我们给一个东西下定义和概念，我们一定要从多方面走。道教是个古老的宗教，有它古代的一套说法，也有今天的认识。所以我给大家两套概念，请大家注意看啊。第一套概念是古代的道教经书。 怎么样看待道教经典？比如，我们首先看第一段，在唐代的道教百科全书啊，特别是《教义》的百科全书《道教一书》里就提出，啊，前面就提到《太上经》，太是非常大，上是胜出，最后提到经典的时候说：“经济训法，训常言有言经。”当然，大家今天作为现代人读起来几乎很难理解什么意思。翻译一下。 以前的道教的经典就说，我们这个道经啊，就是通常的永恒的宇宙间的那个法，就是那个规则真理。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呈现给我们的人类众生呢？通过语言的方式。大家知道，一定是先有语言，再有文字，对不对？然后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好，把宇宙间的永恒的规律真理，通过中国人的汉语言文字记录下来。 这就是道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明扼要又准确的一个定义。这是我们前代的啊道高道真人他们定义的。第二段出自南宋的《上清灵宝大法》，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科书。它里边提到什么是道经啊？按照我们道教的说法，就是经宝。什么是经宝？炼空成器，炼空成凡，结气为文，立即流翔，随机社教。 这个介绍就更加有道教自己的神学意味，也就是说，空中的气啊，我们道教很重先天的气，它凝结成文字，这些文字流布到人间，流布到特别是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流到这儿，然后不同派别的祖师叫随机社教，比如说在中国的北方终南山一带就有楼观道。 对不对？它传承了《道德经》的系统，在中国的江苏、浙江啊，包括今天的上海一带江南地区，它流传了上清派和灵宝派。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它流传了什么呢？三皇派。那么，具体到我们广东、香港，大家都知道吕祖的经典、吕祖的信仰非常兴盛，这也是随机社交。说明吕祖跟我们港澳地区很有缘分。所以，不管是谁的经典，它都经过了从天上的气。 转换成人间文字，再流布到一个区域。所以，我们道门对于经宝非常重视。道经师是三宝啊。好，以上是传统界定。接下来，我本人给道教经典一个界定啊，这这完全是我本人的啊，我版权所有，别无分号。引用时，请大家一定注明上海道教学院副院长王驰博士观点啊，你不要说你的观点。 我给他一个现代定义啊，我用来现代词汇，说道教经典指的是以各种资讯载体形式，大家注意“资讯”这个词是翻译成可能香港的说法，大陆它叫信息啊，就是我们叫发短信，你们可能叫发什么，对不对？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就以资讯载体将道教内外表里的很多内容记载、保存、流传下来的文本，这个就是道教经典。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三个字三个词，请大家注意：记载、保存、流传。也就是说，那些还没有在人间的，特别是大家注意，没有保存下来的，没有被我们人类的肉眼所看到的啊，狭义上讲，这些我们一般不界定为道经。记载、保存还能流传到今天，所以一会儿我就告诉大家，今天流传了多少道经。所以根据这个来说的话。 文本就有很多种不同记载道教的啊经典的这种文本，我们今天看到的道经以纸质的文本为主，毫无疑问，这就是纸质版。我们看的最多，我们一说起道教经典来，那肯定就是纸质文本。而且我们首先假定道经都通过文字来呈现，啊，通过文字来呈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请大家看这幅图片，这两幅图片。 道经未必全部都是文字，相反，越早期的道经，它越倾向于用图像或者符箓的方式来呈现。我把它叫做图像式的道经，它不是文字，但是它也是经。请大家看左边这个，诸位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图叫叫什么图？这个图叫什么？哎，不要说修炼呐、啊，打坐了，全全不要啊，这些都不是，这个肯定不是的。 这在道教里是有专门说法，就是你一看到这个图就知道，它跟后来包括右边那幅以内丹修行为主图不一样，这是唐朝以前的。这是唐朝以前的道教修炼，但它很经典，它是由茅山上清派传出来的一种修炼方式。我们把这种修炼方式，哦，我写一下好不好？我写一下，因为让大家好，谢谢谢谢。对，写大一点啊、哦。 这是，这就是道教里的存思之徒，存思之徒，我我不想太多解释，因为一旦解释起来，今天我们一个半小时就光谈他了。但大家看到很有意思，对不对？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解剖学那样细致的人体脏腑解剖，但是我们肯定相信，中国人早就知道人体内的所有的器官，这些他们都知道。但中国的医学并没有，并没有那种西方的解剖，而是呈现出这种。 他看中的并不是我们的血液、淋巴组织液，他看中的是体内的五脏，跟天地之间的神灵会有一种沟通。我们如果能够存思体内的神仙，我们自然可以感召天上的神仙。这一点啊，简单的说叫存思。注意，今天包括香港在内的很多的科仪法师中仍然有它，就是高功法师上去之后，你要存思如太乙救苦天尊。 如各路尊神都渊源都在这儿，它也是道教经典，它也是。右边的这个图，我想作为全真的道友应该更熟悉，它很有名，它叫内经图，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内景图啊，内景景就是景象的景，景色的景，就是我们身体内经过修炼，在修炼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色，非常美，用这幅图体现。 啊，他旁边这个我们看不懂的对联，叫老君十四字炼丹秘诀。炼丹秘诀，单单讲这个十四字诀，又要花三个小时到半天时间，所以我们也不多讲了，就让大家看一下。你看道教里丰富多彩，这些也是道教经典啊。好，我们再回去，继续往下看。既然道教经典有这么多的文本，它的发展历史又这么悠久，能不能给它分类？ 今天讲座到最后，我一定会告诉大家，传统分类如三洞、四辅、十二类。但首先，请看一下我啊，为了大家了解方便，按照由内及外的三个层面分的三大类。我认为道教经典有这三大类。第一类是天上的天尊神真训示给我们，特别是训示给我们地球人间的这一类的道教文本，这是我们的根本经典。 我们大家在翻开道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太上老君说什么经，对不对？灵宝天尊说什么经？元始天尊说什么经？等等，还有真武大帝，还有很多神灵。凡是这种由神仙从天上训示到人间，道教把它称本文类经典，翻译成今天的话，根本经典，就像一个国家根本大法一样，根本性的经典。好了，第二类经典，并不是天上的神训示给我们。 是由人间的道门人士，当然主要是道士，还有一些非道士的好道人士，他们在人间写出来的道教的这些文本，我们也称它为道教经典。所以今天发给大家的两篇赋，啊，我虽然没有太多时间讲，大家知道属于第几类？第二类，肯定是人间的祖师爷他写的，啊，祖师爷他写的。好，第三类。 与道教存在发展相关的所有各类相关的经典文本，全部我们可以也称为广义上的都是道经，广义上的也是道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中国有部古典小说叫《西游记》，对不对？《西游记》这本书是本什么书？如果我们道教界不去讲，外边的人肯定会说那肯定是佛教书。为什么呢？因为唐僧带着他们几个徒弟去西天取佛经。 但是，我现在出来经常讲《西游记》了哦。我一讲，大家都傻眼。为什么？《西游记》一开始他说到要取西天的经，看看原著根本不是佛经，它叫一卷谈天，一卷说地，一卷度鬼。佛教是从来没有天地鬼的概念，这个概念道教徒一听就知道是什么道教的，对不对？谈天说地度鬼，鬼是人死后的形式，对不对？好，第二。 唐僧跟他所有徒弟的结合方式是按照丹道修行的五行出来的，啊，比如说孙大圣他有火眼金睛，他占着一个，对吧？猪八戒他是怎么怎么样？就这些人全部都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到西天，为什么西天如来并不是在讲佛教？因为道教里边特别注重西方金，啊，张伯端祖师《悟真篇》里就提到了西南方，他要是结丹的地方。 所以他用了个西天取经的佛教故事讲道教修炼内容。大家说，那为什么这个作者不直接说明白？对，道教经典就是这样。如果说他太明白，叫泄露天机；如果不说，叫阻塞天道。所以道教的祖师最高明在于，他说了，只留给有缘之人，只留给有缘之人。我我我学习道教二十五年啊，大家都知道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来，我走了很多弯路，很多弯路，很多弯路。后来真正的进入到经典，我恍然大悟，原来很多道经真的只是给大家搭了个架子，里边的东西没人指点，你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道经很奇妙，很奇妙，就像我们玩的那个魔方一样，啊，你你真正要进去之后，你要好好的细细的研磨。好了，所以道经大家看，基本就是这三类哦，在我们道观当中。 啊，我说，因为今天我们在仙馆讲座，我们一一一定要强调，道观当中我们是非常注重三宝，道经师。其中的经宝，我们在早晚功课经中啊，都会对它有非常恭敬的礼诵啊，如大家看到的“无上经宝，当愿众生生生世世得闻正法”诸如此类的话。那这颗印叫道经师宝印，我想道门的道友应该比较熟悉。当然，它还有很多形式啊。道教对经典作为三宝之一很重视。 呃，我相信香港的道友对这个也很熟悉啊，就是关于《玄门早晚功课经》，因为这是一个道教徒，不管你是住观的道士或者不住观的道士或者居士，只要是道教徒，你每天都要去念。我现在把功课经就是直接下载到我的这个手机里边啊，你因为你不可能保证你每天都有时间静下心来焚上三支香，有时候坐到地铁上，不好意思，那个还是要走一下，但意思很明白，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去亲近一下这个。 好了，《功课经》，请大家看啊，我们不一一的讲。我们检索《功课经》的序言当中，强调为什么要学习道教经典，为什么要诵读道教经典，里边有太多太多的话，啊，非常非常多。比如我们在一开始啊，这个序言，这个序言留下一开始提到“经书玉集、入道门墙”，比如在这里提到“经之为经，前圣心宗”，啊，就是说我们读道经。 并不是在学习文字，也不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古文水平。我们体会前代祖师的那颗心，那颗心流传到今天靠什么？我们见不到他们了。吕吕祖，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是见不到的。但吕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很多的经典，对不对？很多诗词，通过诗词了解了吕祖的心，了解吕祖心。前年我亲自到吕祖的故里山西永乐啊，山西的在芮城。 它其中原来在吕祖故里有一个永乐宫，现在迁到了芮城那边。我又去看了一下壁画，在那个地方你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气场，就是吕祖诞生在这里，果然人杰地灵。大家有兴趣可以到中国山西看一下吕洞宾、吕祖的故里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读经典，重点是体会前圣之心。好了，那么接下来。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还要再跟大家提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留在这儿不做回答，供我们香港的道友们啊，我们朋友们去思考啊。第一个问题，道教经典的来源主要有哪些？你清不清楚？了不了解？就是如果以前我不来做这个讲座，大家只是道哦，道教有经典，我大概也只知道像《道德经》《清静经》，再多我就不知道。但呢，我又问这些经典到底从哪来的，就麻烦了，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学者会讲，那个是春秋时期老子所写的，但是道教不是这么看，他认为这个是从太上老君那儿往下流传给尹喜真人，它有不同的来源啊。第二一个，如何看待道经在道教体系中的位置和价值？我知道，包括我在中国大陆会看到，现在大家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对道教的认知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我很痛心的发现。 比较少有道友，他非常注重每天对自己道经方面的修习，啊，修习。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真正认识到道教经典在我们整个道教体系中的作用的话，比如有些人认为道教就是修炼，就是盘腿来打坐就行了。我练出来之后，我可以广度众生，那绝对错误。打坐是几乎很多宗教共同用的共同法，印度教用，佛教用，甚至一些邪教他也打坐。 难道你说打坐就是道教吗？不是，道教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道教经典说明了这一切。啊，第三个问题，你已经读过哪些道经？有何收获或收用？那以前我在道教学院里讲啊，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的道友，啊，我们道教学院我一个一个的提问。以前来之前读过什么道经啊？后来我就发现，我大家几乎清一水的，只听说过或读一点《道德经》和《庄子》，其他的读的很少。 今天等一会儿，下面我也会给大家提到。第四个问题，玄门读经跟我们的道教修炼有何内在关系？我想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啊，为什么我们修炼就修炼，打太极拳、练功夫，我们还得读道经？啊，我练太极拳是从十八岁开始，到现在为止，原来很喜欢啊，因为少年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炫耀自己嘛，穿一身白色的长衣服，对不对？哇，我好好多套路，现在每天就是几个动作而已。 当然，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了《道经》，就发现原来祖师爷为什么编排那些套路，他有他的原因。那他其中最核心的那几个动作，他也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太极拳养生功夫，包括高深的内丹，是根据我们的道教经书里所记载的那些基本的原理演化而来。它并不是倒过来，大家知道吗？就是说我先有太极拳，然后，然后我再怎么？其实这中间有一个指导关系。 第五个问题，你作为现代社会中修行的道教徒，阅读古代的道经是否有困难？其实不用问，一定有困难。我相信在座诸位，你会说王老师不，我我完全没有问题。我现在直接回到唐朝、宋朝，我完全生活得很 OK。不可能，基本上我发给大家这两篇，告诉大家这两篇的文字难度，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在中国道教经典中，属于中低难度，啊，单从文字来说，属于中低或低难度。 如果你觉得读它哇，我读不懂啊，诸位你们差的还是很远，啊，别说那些很难的道经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六个问题，古老的道经在现代社会有何意义？我想在座诸位你们能来听这个讲座，跟道教有缘。你们不会说王老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来听讲座做什么？男老师来听他没有意义吗？你一定会说他很有意义，但是具体怎么有意义？ 今天这么快发展的，像香港这样的国际都市，它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还有多少人在去读这些古老的道经？这都是问题，对不对？第七个问题，对新时代的道经整理编纂应如何认识？这个等一会儿我还要谈一下，因为道经、道藏编到明朝万历年间，到现在五百多年过去了，道经、道藏没有再去编啊，我们还要有新的工作。最后第八个问题。 在座诸位，如果有啊，我知道前排就都是我们的腾讯监管的我们的道友，那、啊、他其中肯定还有很多道门的居士信众。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干一个大事业，叫弘扬道教的话，那么如何发挥道教经典的价值？我们仅仅是把我们的经书供在我们的藏经楼上，供在我们的经堂上，还是不要让这些经典活起来，让它走入社会大众？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讲到这里，我一定要声明一件事情，在这一点上，在经典的通俗性上，道教跟基督教的圣经相比，确实要反思一下。基督教在中国啊，整个的传播，在华人地区传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家知道是什么？是把英文版的，是把就是西方文字版的圣经，很好的翻译成汉文，翻译成汉字。我们现在所看到通行版的那个圣经的文字。 应该说非常适合现代人去读，他没有用文言文去翻译，对不对？他用了现代的，等等的这样话。但我们道经一翻开，全都是古文，无形障碍了我们现代的人。当然，最近有道教界朋友跟我聊，王老师，你这个问题我有答案，我什么答案？我们把道藏重新翻译成白话文。我说你，你先把道德经第一章翻译成白话文，我看看。即使你翻译了，我们早上起来去读，有神圣感吗？ 大道他他能够说出来就不是大道，你会读这样的经典吗？那我们的科一道场坏事了。原来那些所有的经典先用白话文读一遍，对不对啊？读完了都已经一天过去了，这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所以这些问题大家都要思考。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上篇啊，这个前面跟大家的都是铺垫，本来应该直接讲这个，但是因为我第一次在彭友仙馆讲课啊，所以还要铺垫一些。我们开始，后面就快了。 上篇里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道教经典的基本发展的源流，啊，同时附带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道经的版本。我们知道道教经典是怎么来的，道教界的朋友们跟学术界大学里的教授们认识恐怕是不太一样，啊，特别是有神信仰跟无神信仰的人，他完全不一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 中国近代一部著名的关于道教源流的一个经典叫《道藏源流考》，它的作者是右边这位啊老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叫陈国福。他原来是天津啊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但大家想不到他不是位研究道教的教授，他是研究化学的教授。这是他天天的工作，就是在化学实验室拿着试管啊做做这个。 但是你们你们想到没有？为什么一个研究化学的教授竟然写出了现在最经典的道教经典的考证著作？因为他从化学中发现，中国道教原来很多东西跟化学有关，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炼丹，对不对啊？包括我们的医药的很多矿石，它都跟他有关。而且这位老先生呢，他对道教的音乐也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好。 所以他作为一个理工的一个教授，竟然写出了很多文科教授写不出来的著作，叫《道藏源流考》。我经常跟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同龄年年代的一些年轻学者交流，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为什么赶不上前代人？前代人可以从理科直接跨到文科，文科跨到理科。我们这一代人学什么，最后拿一个学位就好了。所以大家首先要记住一个事情啊，道教现在我们缺乏大学者，是因为我们现在太狭隘。 我们只看我们研究的那一点，呃，文学也好，历史也好，哲学也好，这样的大学者，他一定是贯通很多学科。所以陈先生在这本书里对道教经典的源流做了细致考证。我虽然这么赞扬陈先生，但我要指出一点，他不是个道教徒，他所有的考证都是学术考证，也就是说，他不相信神仙是可以拥有存在的，他不相信有些经典是怎么样，所以我把他叫学术考证，这不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 今天的重头戏在这里，我要站在道教的立场上，详细的剖析道教经典是怎么来，道教经典怎么来啊？希希望我的时间够用啊。道教经典怎么来？首先，请大家看这幅图。这幅图，我我看了全国，很少有人去讲这种啊。大家还是在讲，好，道教是汉朝末年张天师创立的，然后我们就有一些道经。但是你不奇怪吗？张天师的老师是谁？ 是太上老君，对不对？太上老君之前还有谁？灵宝天尊、元始天尊。难道你不觉得，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有很多道经吗？当中国道教第一部经典，一定不是张天师的经典，如《老子》《降耳注》《货》等等，它一定有一个神圣的来源，或者说不是凡人做出来的。我们不可以想象，道教那么伟大，几千年有有有几位凡夫俗子，他来做出来？好，请看这个，在这个图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就来了。 什么是宗教？宗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天人贯通。请大家看，这是我们的老君。老君在这，对不对？端坐莲台之上，下面这是我们人间的真人。他现在要传授道经给人间的真人，他怎么传授？是不是捧着一本书？好，你接好，下去去教那些道教徒读就可以了。不是，他在老君在头上有一股气，大家看到没有？头上有气。我们知道内丹修炼到最高，他会阳神出窍啊。 他修炼气出来之后，请大家看气里边有什么，一些我们绝对看不懂的文字。我们大概知道这种文字是篆，对不对啊？篆体字，就中国的汉字原来不是四方的，大家一定知道它是什么的。所以大家注意，你们练太极的人一定要学会写篆字。太极拳最早就来源于这种东西，你看吗？它的运动路线全都是这样。这种方式，简单说，由天尊他自身生出了一些我们看不懂的。 云书撰文，这才是道教经典怎么来，而不是在某某个时间，公元多少年由谁写了一部。好，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宋代的道教经典百科全书《云集七千里》所讲的一段话。时间原因啊，时间原因，我们只看红体字啊，我重点讲红体字。在道经中以前指出，道教是从三元开始，是一气化三清，后面会讲。然后从三到五，三加五就是八。 八会之字，妙气所成。所以第一个概念大家要知道，道经是气凝结成的，一定不要离开气的概念。那么有了气之后，它凝结成云转，在天空中就漂浮。天空中漂浮，然后呢，这些漂浮的由天上的神仙太真玉妃把它们记录成文字，但没有在人间流传，密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悬台。没有，我们人太。 啊，比较低，生命级别很低，我们看不到，看不到怎么办呢？有道即现，无道即隐，所以是自然天书。他等待哪一天人间需要传道的时候，自然传到人间。不需要传，有些书就封闭在天上。所以今天的一个重要概念，当然我们站在道教立场上要说，道教至今认为还有很多天书在天上没到人间。 他在人间需要合适的时候，会用人间合适的文字表现出来，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曾经有个大胆的设想，我们以后有很多道的道理可能会用计算机语言写出来，未必全部都是这种，对不对啊？反正你了解了道就可以，因为它很多在天上。好，为了让大家形象了解，请看这幅图，这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啊，我的博士论文是专门研究宋元清微派。 啊，它主要以雷法、以五雷正法为主。那么，我在阅读清微派的道经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直到宋代的清微派，它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是我们人间的道经的文字是低级道经，高级的道经全都是我们看不懂的符号。来，请大家看这个《大道运、玄妙经》，其实按照我们常规理解，接下来就会讲太上老君说什么是玄妙，不对。 大道运玄妙经就是这几个符号，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经，这就是经。至于这个经的含义，至于这个经它怎么指导我们修炼，对不起，我们一般人不知道，需要由老君的传人以及代代的这些弟子去教给我们。诸如张天师、诸如钟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这些祖师，他教给我们。所以。 大家注意没有，道教里有些经，并不是我们想象，完全都是些文字，有些就几个符号，这就是经。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谈，既然道经不是由一位天尊，他是三位天尊来传承，来往下传，所以不同的道经代表了三清天尊的不同教化。我在接下来《云云集七千》的卷三中的几段话，请大家看。 我们只看红底字。第一句话，传灵宝经，灵宝经是天真皇人在峨眉山授给轩辕皇帝，皇帝再往下传传传传传啊。我们先不管这个传承，大家知道这个系统叫灵宝经系统。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最熟悉的道德经是老君所传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一开始，老君的道德经没有进入到三洞体系里，它是四府的经典。 后来唐朝以后崇信老君，啊，唐朝皇帝以道教为国教，所以《道德经》进入到动神部，进入动神部。那这个作者实际意思就说我们现在呀，宋代的那个时候，唐代的时候太肤浅了，只知道读《道德经》，不知道其他的真经，不明白道教是由三位天尊一起传下来的，这、就是很肤浅，很肤浅。所以讲到这儿，我一定要声明一下，我我现在出来讲课或者我写文章。 我都一再的要声明，我反对把道教单一化为《道德经》，我反对。我认为道教至少在今天，我们要一定要坚持它的三动：经教的体系，一定要坚持。好、啊，第三一个，云集期间还提到元始天尊、实属老君，也就是说，还有一位啊，在排名中在更中间的大神元始天尊，他跟老君也不一样。所以，元始灵宝老君他是道教道经的三个基本来源。 他教化了不同的众生。<coughs> 再看图啊、哦，今天我的图会很多很多。这幅图想想必大家都熟悉吧？这是太上老君骑着青牛，我们把它这个叫什么？紫气东来，对不对？到函谷关度化关令尹喜，就是尹喜尹真人。这一位跪在这里的就是尹真人，然后老君骑在青牛之上。然后我们再看一幅图。 老君现在坐在一个台子上，这个不叫台子，叫玉局，啊，玉局就是啊玉玉做的台子，然后坐在这儿，他在说经，然后下面站着的张天师，这就是太上老君说北斗真经，这两幅图要结合着看，因为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说，老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啊，他活了大概多少岁就死掉了，然后他。 又有儿子孙子，这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啊，这个《老庄列传》中所讲。但是道教认为不是这样子、啊，老君在春秋时期显化了一次，他的名字叫李耳，老子。这一次他传了不经，叫什么经？《道德经》上下篇。但后来他还传了经，叫《北斗经》《南斗经》，他传给张天师，传给张天师。也就是说，作为宗教来说，一定要相信老君有不同显化。 今天老君还会再传经吗？我作为凡人不敢说，但按照教理教义，他还会传的，只是时机不到而已。啊，历史上我们很清楚知道老君传了哪些经，哪些经，那是因为太上老君跟我们人类众生因缘关系太深厚，所以很正常的一点就是，今天的人类更加了解的是《道德经》，而不是其他的经。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我熟悉《道德经》，所以我不承认有灵宝天尊跟。 元始天尊那个是不行的，那我我们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师叫大三清，对不对啊？那大三清，那你有没有听过谁把它改成大一清的？没有，对吧？我们只给老君做，那两位我们不可能。道教就是三位教主。好，我们再来看画像啊。好，既然是三清，请大家注意，我们回到明代的正统道藏，这是唯一一部流传的道藏啊，唯一一部流传到今天的，我们可考的一个道藏。 这里边开始，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除了右边这个没办法啊，在古代反正皇帝的那个时代，你干什么都要写个什么“皇帝万岁万万岁、啊”哈，这个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肯定不要这个东西了啊，但是有一个是不能缺的。今天我们在搞道藏，我们一定也少不了这三位，三位天尊。就是他试图在说明，你一打开道藏，第一页不是道经，是三清。这是存于。 武当山紫霄宫的明代的三清像雕塑，雕塑非常精美。大家如果去看的话，记住啊，到武当山紫霄宫，你们应该有去过。去过之后，右边有一个展览馆，展览馆里边就有这三个像，明代的雕塑，明代雕塑有。啊，很多人到紫霄宫拜一拜真武大帝就出来了。要注意，周围有好东西啊，右边有好东西在那里。这就是吕洞宾祖师的故里。当然后来他搬了一下啊，搬到了芮城的，哎。 搬到了，搬了之后，这个就是永乐宫的三清殿。三清殿里原来供着三清天尊，在他旁边啊，就是说，如果我坐的地方就是三清天尊的，所有的周边全部都是精美壁画。精美壁画，我不知道在座你们有多少人去过，但是我跟大家讲，前年我去了一次，壁画从他从他化成是元朝，到他最后到今天。 已经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太大破坏。最近十几年，应该说种种原因导致这个壁画现在我看下来，我去过两次了啊，有些地方剥落的越来越厉害，因为去的人很多，大家一呼吸就会对那个有影响，所以没办法。我们大家如果没看过的，我强烈建议要去看，因为他那个时代画的时候离吕洞宾祖师时代很近。 比我们这儿要很近的很近，你这个地方是吕祖的道场嘛，是吕祖的根本道场，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以后到大陆有机会的时候，先去这个永乐宫看，因为壁画不像别的啊，它以后真的有损坏，而且你知道去了之后那那个地方没有玻璃罩啊，没有玻璃罩子、啊，就是说说个不好听的话，如果如果有人不小心哗什么饮料泼上，哇一那一千多年的壁画就这样就毁掉了，所以要早点看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要讲这个壁画在于。 这个地方是全真道的三大祖庭之一，全真道的祖庭供奉三清殿，说明什么？全真道尽管是一个新的改革道派，但他并没有抛弃三清信仰，他还是崇奉三清，啊，他并没说我只崇奉太上老君或吕祖，他还是三清。这是重庆大足石刻的南山三清洞，时间在南宋年间，这个造像也非常之精美啊，有机会大家可以看，时代南宋时期，啊。 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以三清命名的山，叫三清山，它就叫三清山，啊，因为它最高主峰有三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遍布中国大地，中国只要有道教的地方，特别是唐宋以后啊，特别唐宋以后，三清是毫无疑问的最高信仰，最高信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文字啊，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逻辑梳理一下啊，简单梳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道教的这个三动授受啊，三动授受。刚才我们都知道三清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三清是一个通俗说法，你不能只知道三清，你要知道它还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名称说法。在这一段里，我们会看到三清怎么来的，从一气啊化成成三元，三元变成三气，三气生了三才。 这三元分别化生出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注意，一开始不叫原始天尊，啊，灵宝天尊。道教里边规范的，它是用天宝君、灵宝君和神宝君。然后他们所在的地方，这三位天尊总在有他们所治的天界，对不对？他叫三清境。好，现在完全明白“三清”这个词最早不是他们叫三清，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叫什么？玉清。 上清和太清，然后这三清境又叫三天，清为天、鱼鱼天和大赤天，三境三清就是三天，他们又代表不同的气：清气、黄气和白气。所以说，重要结论来了，道教有三位教主，就是三清，三洞教主，三位天君，啊，所以这些年我跟别的宗教的人讲。 啊，他们都讲我们这个教主谁谁谁，比如佛教讲他们有一个本师教主释迦牟尼佛，对吧？一基督教他或许会把耶稣基督或者看作教主，但是我跟他讲，道教很复杂，道教从来就没有一个教主，他是三位合成一体，一位又是三个，三位合成一体，你说几个都可以，大家就乱了。道教到底几个教主，你自己去体会，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模式就是这样，很独特。 由一画三，三个说三个，其实还是一个，啊，这就叫三清。好，请看这张图。这张图还是太上老君八十一画图中的第四画，但它形象地展示了在这一个光圈当中，三位天尊各有各的小光圈。然后呢，他们坐的位置是中间啊，元始天尊啊，我们的左手位就是上手位灵宝天尊，右手位太上老君，他们之间有一个传承关系。 按照《道经》记载，元始天尊最先，然后灵灵宝天尊经常上元始天尊问道，最后出现的是老君。但是老君有一个使命，专门给地球上的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人，你要传道，所以我们一般叫太上立教，对不对？对不对？你很少听过灵宝立教或元始立教吧？因为好像他们三位天尊商量好了，是吧？ 太上老君的主要使命就是在人间挑选一些有道之士，如张天师啊等等等，包括我们后来的全真道的很多祖师，你要向他们传道。当然，你是传正一道还是全真道，那只是随方社教，对吧？所以后来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传了全真道，在中国四川巴蜀传了天师道，啊，还有很多道派。好，你说王老师，你讲了这么多，经典在哪里？经典出来了，终于回到经典了啊！ 经典就是三位天尊各说十二部经，每一个天尊说一十二部经，所以十二乘以三是多少？三十六部尊经。我们大家在念早晚功课经，一定念过这样的话：“至心归命太上三十六部尊经。”很多道友不知道三十六怎么算的。以前有一个误会是道藏分十二类，是十二类乘以三三，不是十二类，是因为每位经道君、每位天尊说了十二部。 十二乘以三是三十六部，动真部的元始天尊说的叫大乘经典，灵宝天尊说的叫中乘，道德天尊说的叫小乘。好，原来我讲到这儿，很多人心里边突然被颠覆了。原来道德经在小乘。我说是因为你是小乘，道德经不是小乘，因为你是个小乘，小根器，所以你只能学小。我在讲很多道经的时候都在讲，大家不要有分别心，对不对？ 所有经典其实没有大中小，它是根据所在的宇宙空间位置不一样。刚才讲了，老君专门给人类，而我们人类比起宇宙间一些高级生灵，我们确实很低，所以我们只能先从什么开始学小乘经典 <coughs>。但是我们人类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拒绝承认我是小，我们一定要做大。所以《道德经》才说什么：我们不要大，不要那个熊，不要跟人争，我们要做什么？低此小。 我出来都是讲啊，我就是一个道门里小小的小小的，我一定是小小的。这个是因为道教就是这样讲的，妄自尊大的人他是最小最不值得教化的。大家现在明白啊？其实没有大中小，是你个人的问题。好，既然叫三动经典，为什么叫三动？道教也有说法，动就是通，通就是动。三动指的是三位天尊讲的东西道理相通，就像我们。 等一会儿大家会看到啊，到山洞当中，每个洞跟每个洞都连到一块儿。有人说我读经典，我读这个《道德经》跟读其他的什么《渡人经》之，我觉得不一样，是因为你有问题。每部经典最后根本都一样，因为你的思想、你的修为有障碍，所以你把自己障碍住了。但三部经典、三动经典是相通的，所以动者通也。好，那么他们为什么叫动真？ 洞玄洞神 <coughs>，我们看啊，简单的讲，简单讲，洞真的真指的是纯真的意思，所以它不杂，所以它不杂，就它很纯真，它讲的就是根本的。然后洞玄的东西是不滞，不滞就是不障碍，所以中国道教的斋教科仪法事道场基本都从洞玄部过来，因为你要超度人鬼，你要做祈福影响，你要祈求天下太平，这些都不能有障碍，做的。 不准了，不灵验了，就是有障碍；动玄不就是没障碍，就叫不治，叫动玄。动神指的是招贺鬼神，啊，就是我们民间一般说的各种神通法术。所以动神以不测为用，啊，动神以不测为用。这样三动合起来有它不同的名声。我们道教里边啊，在道教影响下有盆景假山，假山所造的东西很多就是洞洞相通，就是我们所讲的通。 盆景完全是在中国道教洞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小的叫盆景，大的叫洞天福地。所以诸位，我跟你们说句话啊，所有道教三十六呃洞天七十二福地，我去过了三分之一，大概大概有啊，也许不到。里边有很多洞，有些洞现在被水都浸没了，但是当地人都会给你讲这样的话：这个洞，据我们前辈说，里边通向什么东海、西海、南海、北海。 这个话的背景就是洞洞相通，其实它通向的是仙境，啊，好，我们在道观中既然都很熟悉三清，但是你知不知道三清跟修道的次第有关系？为什么叫玉清？玉是纯洁、没有瑕疵的意思。为什么叫上清？上是一层层往上走的意思。为什么叫太清？太就是六十四卦里的太卦，通态体式的意思。 讲到这儿，我想大家现在脑子里已经有一个体系了，对不对？由一气化了三清，三清分别在三天出现了三位教主，说了三十六部经，他们叫玉清、上清、太清，代表着修道从低到高不同的阶词。哇，原来道教好系统！我原来跟外边的人讲，这个大家都不相信。我们觉得佛教很系统，因为佛教教多，对不对啊？什么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密宗，道教吧好像就是比较乱。 搞风水的、搞算命的、搞这个那个的，我说那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你没有请王老师给你讲座。听了我的讲座，绝对不混乱，我非常清楚，对不对？比如我要修炼太极拳，太极拳只在道教中属于什么导引动功养生法门。我不会说我通过练拳有一天我飞升成仙，我没有看到一个练太极拳飞升的，单纯练太极练到最后他练着练着就上去了没有？要飞升必须服食内外丹，这是必须的。 对吧？所以，我们全真道特别侧重了内丹。好，再往下，三动后来逐渐就不够用，因为它下面有更多更多的经典。最后又出了所谓的四辅，分别是太玄辅动真、太平辅动玄、太清辅动神。啊，因为时间原因不详细介绍，大家知道。后来又有三玄，分别辅这三动，辅者就是辅助员，就是你这个经典需要其他一些经典帮助你理解。 所以有了四符，当然最后的这个最后一符叫正一蒙威，请大家一定注意这个词。我们现在叫全真正一，全真好办，因为脉络很清楚啊。但正一很多人很混乱的了解，为什么呢？正一道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元朝以后天师府主三山福禄联合了一个大道派叫正一道，他分上清派、灵宝派、清微派、神霄派、静明派，好多好多，大家连到一块叫什么？ 正一道，它是一个很官方的说法。其实内部之间，他们还是我是茅山的啊，我是茅山的，对吧？我是什么江西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正一蒙威，这指的专指什么？张道陵天师创天师道，又叫正一蒙威之道。当时的人给他，有些人就比较蔑视他，或者有些给他不太好听的称呼，叫五斗米道。五斗米这个词不太好听啊，不太好听。 啊，正是我们教内一般不要用五斗米这种词，啊，我们用的词是什么？正一蒙威，啊，天师道是这样。所以，三洞加四辅叫七步玄教，这七类就出来了。然后把三洞再按内容分十二类，就在上面啊，就在上面。我们由此才有了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四辅十二类。 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了啊，比如第一部的本文类，本文本文就是道教根本经典，啊根本经典。再比如这一类，这是现在我讲课用的比较多的，叫预决类。预决就是决者决断也，帮助你解决你读不懂本文的，所以预决等于今天的注释书，注释本文的书，注解书。再比如戒律，大家很熟悉吧，对吧？ 戒律类肯定记载道教的各种戒，五戒、九戒，对不对啊？千二百戒等等等，这一类特别注意啊！包括我们仙馆的朋友们，道教斋教科仪绝大部分在这里，绝大部分在这叫威仪，它不叫科仪，叫威仪类。再比如，我们要了解祖师爷的生平事迹，到哪里去找？传记类。我们想看看以前给这个玉帝、给所有的神仙拜章上表，看什么表奏类。 整体分类还是可以，当然后来出现了一些那个没有归类的问题，那是后面的问题。但整体他把道教的十二大门类就分开了。好了，接下来汇报一个数字，诸位听我讲半天哇，王老师你这么讲三洞四府十二类，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我这张表很厉害啊，我把从东晋葛洪《抱朴子》开始，一直到明朝修道藏，每一部道藏的卷数都给你列在这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做一个曲线表，你会发现一开始很少，就一千多卷，对不对啊？后来逐渐增，逐渐增，逐渐增，增到哪里是高潮？你们看哪一哪个时代的道藏是最多的？是元朝，是因为那个时候道教的宋德方真人啊，全真道的二代宋德方真人，在。 当时的朝廷就是蒙古朝廷的支持下，再加上全真道的当时的经济力量、他的这个学术力量、各方面新众力量都很好。在那个时代，以金代《玄都宝藏》六千四百五十五卷为基础，最后出了一个元代《玄都宝藏》，共七千八百卷。但是现在一卷都没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蒙古人，大家都知道，他入主中原不是真信道教，是在利用道教。 所以等道教势力那么大的时候，蒙古人就受不了。大家知道蒙古人信什么教？信喇嘛教，就是藏传佛教。所以当时他召集很多的喇嘛，包括汉传的和尚、少林寺的和尚，然后跟这个全真道辩论。最后皇帝宣布道教辩论失败。当然，大家知道两个人辩论的时候，按照庄子说法，谁也没对，谁也没错的。至于你失败，是因为皇帝让你失败。 皇帝不再允许道教势力这么大，否则汉族人的势力太大，把蒙古人会赶出去的。所以宣布：一道士们啊，就是代表辩论的道士，把头发剃掉当和尚去。这一点如果说很侮辱人的话，但接下一点太可怕：所有道教的经典，除《道德经》之外，全部焚毁，连经版全焚毁。你要知道，在古代哦，把经典经版给你焚毁掉，基本上荡然无存。 于是有人问王老师：“那我问，为什么明朝还有五千多卷？这幸亏之前抄了好几部，在全国各地还是保留一些。所以到了把蒙古人赶出去，朱元璋对不对？建立大明王朝后，到永乐年间，立刻开始着手搜集那些没被烧的。这样搜搜搜，到最后有多少？不错，还有五千多卷。而且最终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几乎跨越整个明朝。” 最后收成了五千四百八十五卷。诸位说这个，就告诉大家，今天你们能看到《道藏》，我先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能看到《道藏》是非常不容易。哎呀，经历了很多劫难。明朝的这这部《道藏》，它的经版也没有了，被八国联军焚毁在北京，焚毁在北京都没有了。请大家看，我们知道。 我们全真道的祖师爷啊，在这个立教祖师爷是王重阳真人，对不对？其实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大陆最少大陆知道全真道，那都是因为金庸写了《射雕英雄传》。如果他不写《射雕英雄传》，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好像有点慢啊。如果他不写《射雕英雄传》的话，这个道藏恐怕还。 呃，全真道恐怕大家还不知道，稍等一下，因为这个有点反应慢，它自动播放了，就是大家看就行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这个道藏，那是因为我们后来道藏保存下来，能够清楚的从道藏中知道王重阳真人。好，再自动播放王重阳真人他的著作，呃，他在自动播放啊。 就是我们知道王重阳真人他有一个名号，他叫活死人。活死人是怎么回事？那个活死人墓在哪里啊？因为有点慢了。那个活死人墓在哪里？就在今天陕西终南山。但是我们不读道藏，不读重阳真人著作，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叫活死人。今天我们检索《道藏》第二十五册，当然这个是大陆版的啊，是大陆版《道藏》第二十五册。 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发现，在二十五册里边，啊，开头这些先不要管，会有全真道的著作。好，慢一点啊，往下走，往下走，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去查目录啊，我们就好，请大家看到没有，有重阳全真集，看到没有？然后我们再点开，哇，好。 这是王重阳真人，你看下下面那边写着《终南山重阳子王哲传》，这就是王重阳真人的著作，啊，这些我我我我的硕士论文的做的时候就是做王重阳真人都都看过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比较关心，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啊，重阳真人他本身是非常非常侧重于修行，他非常侧重于修行。好，到这里。 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活死人墓里有什么，是怎么修行的？于是我们会看到，在第二卷里有“活死人引子”，引子就是一首诗的一开始啊。然后我们再想往下翻，好，到这里，开头小字，就是让当时他重阳真人要离俗念，对吧？所以他找了一块墓，然后上来挂一块碑，他说：“我死了。”上面王公已经死了，这个王哲已经死了。 那么好，然后呢，他就填了很多的诗词，包括这个《黄活死人墓赠宁伯公》。他讲到：“哎呀，我再把自己埋在里边，四甲就是我们身体，他的那个身体就不要了。然后他要踏碎虚空，啊，修炼丹道要踏碎虚空？然后要逍遥出六尘，然后要怎么怎么哇？很多。其实以前我们都以为是金庸里写的那个样子，都不是《射雕英雄传》，很小就是一个土坑。你想一个墓能有多大？” 然后他在里边修炼，他修炼出来之后，把墓埋掉，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些词。你说王老师，然后看这个就是为了知道，简简仅仅知道重阳真人的修炼的那个历史不是，因为这里边真正从事丹道修炼的人知道，他揭示了一个重大秘密：北宗清净丹法在修炼的过程中会有小死，就是西住脉停。 整个人其实说白了跟死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没有真死，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才能进入到跨一步出去到神仙修炼，否则都是叫养生，大家知道吗？就你把身体练得再好，你没有真正死过一次，就是模拟死过一次。王重阳真人得了钟离权、吕洞宾真人的丹绝之后，师傅指点他，你必须要经过经过这个过程，用什么呢？用活死人方式。 所以活死人不是去给大家做一场秀，不是在说啊，我是个祖师，我自然要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修炼到那个阶段需要到地里去。当然，如果有些人可能他真正的没有过这一关，就真死在里面。但是重阳真人毕竟有使命，要度化七朵金莲嘛，所以最后三年丹道大成，直接到山东去传教。我是山东人啊，我是邱祖的老乡啊，邱祖包括这些啊，我跟他都是山东人，我太熟悉山东人。 山东人非常直爽，非常容易这种接受啊。像王重阳真人这样的教化，短短几年开创了中国道教后期的一个大派，叫全真道。大家想一句话，如果不是他在活死人墓里修行，他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吗？不可能。所有能开创大宗大派的任何一个宗教领袖，一定有他极高的功德和修炼。没有的话，平常人你是不可能啊。所以大家看，读道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我们再回来啊，再回来。我们介绍几位跟道藏有关的重要人物啊，重要人物，啊，简单一介绍，相当于梳理一个历史。这两位是在六朝，六朝就是中国南北朝、东晋时期，两位整理道经的大师。左边这位大家应该熟悉，葛洪，他跟广东特别有缘分，有没有来过香港？那个没有可考啊。那广东罗浮山是来过，为什么？ 他是江苏丹阳，就是南京那里的人。他后来修炼发现，他认为必须要服食外丹金丹，但是这个丹砂只有哪里出呢？就是在罗浮山这个地方。而且他要制药，他要制药，所以葛葛洪、葛,葛先翁来到这儿，他的重要的贡献就是第一次的记载了他的师傅的所有存的道经，我们把它叫正隐藏书，第一次整理道经。 右边的这位叫陆修静，是六朝的高道。陆修静先生第一次概括了啊，完整的概括了三洞的体系。今天我们能看到三洞，是因为陆修静真人。唐朝、宋朝是中国道教的高峰，因为唐宋出现了两位非常崇信道教的皇帝。我们要记住他。我知道历史学家对他们两位，特别是后半阶段，会有不同评价。诸如宋徽宗是个昏君了。 是吧？诸如要不是你崇信道教，又不会什么单是大意，那是历史学家。我们从道教角度不得不承认，唐玄宗跟宋徽宗这两位真正的把道教推向了巅峰。其中，唐玄宗第一次召集天下高道，编了第一部道藏，叫《开元道藏》，又叫《三洞琼纲》。宋徽宗编写了主持高道编写了《郑和万寿道藏》，而且宋徽宗大家记住是中国历史上道教学术最好的一个皇帝。 放到今天都是什么道什么大学里的道教博导啊，就是著名专家学者都是这样的人，可惜他不适合做皇帝而已，啊，但是他对道教很有推动，而且宋徽宗在道教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把道教的东西拿到科举考试里面，啊，非常正式的，但是后来因为大家知道原因没有推行下去。近代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和编纂道经，左边这位。 叫陈英宁，我想很多道教界的朋友都知道，是近代的先学大师、内丹养生的大师，是中国道教协会第二任会长。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最大的贡献是在道教衰败的时候，发现不行，我们再提倡宗教，那个科学要来打我们。他不说，我不搞宗教，我搞内丹先学，我搞人体生命科学，这一点让很多民国时期的人就不这么鄙视道教。 右边这位叫萧天石，是台湾人啊，四九年以后去了台湾，他在台湾开办出版社，大量搜集出版道教内丹养生的经典，所以就是道藏虽然说经历很多劫难，但一直还是有很多学者在编纂它。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图，明代古版的道藏，这就是大家你们要知道，就是今天包括彭英仙馆也收藏很多，我知道。 所有我们今天印刷的道藏都来自于古版的明道藏。大家知道，以前我们的道经，大家知道是折子本，对吧？所以你看个道经，是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好我拿手拿着。真正看道经要规矩的话，首先手要干什么？要洗手，啊，要洗漱，包括我们要所有的一切漱齿啊、叩齿、漱精液，包括我们要清洁自己，恨不得要斋戒三天。然后你能用手拿道经吗？不行。 今天的话，你要戴个手套，要戴个手套，而且最重要是我们能去直接这么看吗？以前的道经像这种本，都在专门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签子，竹签子挑，手是绝对不能接触经典。如果王老师这么复杂，对，不这么复杂，你没恭敬心，啊？以前我们的有些这个道友问王老师，我晚上在睡觉之前，我拿一部道经躺在床上看，然后我就有很大，我说你这个作业很大。 罪孽深重，对吧？你晚上睡觉前要看小说，对不对啊？看一会儿睡觉那可以，你怎么能够躺在床上看道经？我从来不敢躺在床上看道经的，对吧？因为你知道床上比较污秽了，对吧？即使这种你也不好去这么看了。所以大家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在家里有个净室，不需要太大啊，很小很小就可以供一尊神像或画像也可以，然后也有香炉，然后这个地方一定要干净整洁。干什么？在里边读经看经。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啊，就拿一个看，这个绝对不可以的啊、嗯！好了，这是大陆出版的道藏啊，我相信我们仙管这应该有收藏。这叫三家本道藏，印刷的印刷的还可以，特别是相对价格便宜啊，所以我们平常像道教学院，然后很多地方，我们自己去买，自己去请，我们很多现在就在请这部。 呃，我了解的以印刷的可能更好的是台湾新闻分公司印刷这部正统道藏，因为这部道藏相对来说啊，在印刷质量上印得更好一点。但是，呃，最少我在大陆，因为大家知道原因，所以可能看到就比较难啊。但是一些科研机构里还是有。下面说一下这一部《中华道藏》，名字非常厉害啊，叫《中华道藏》。但是它最主要的就是完成了一个事情，把全部的明代道藏加一点点。 呃，后面的一点点全部给标点了。大家现在看这一页，这一页是道教里边的这个雷法，就是启晴导语的这个内容。然后呢，他把里边就给你做了一些标点，让你可能看的就是更清楚一点。包括大家现在手中所拿的印给你们这一份道藏，一样都标点了。据我所知。 可能监管的领导们，你们也有所耳闻。刚开始由中国道教协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想法很大，大到了想把明代道藏和明以后所有的道教经典去做一个大道藏，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所以退而求其次，只把道藏基本就标点了一遍。但是道藏能不能标点，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大家注意，它不是一步两步哦。 是五千多卷、一千多部以上的道经全部标点，我我看到道藏很清楚，里边涉及的知识非常复杂，不是一个人能穷尽。你让我现在去专门标点一下外丹的，我就不太懂，因为我没有化学的背景，对，我没有这方面知识背景。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你们手中的发给你们的和今后你如果你们看到这套中华道藏，请注意标点里边有很多问题错误。 啊，不要觉得哇，因为都是官方出版的，是中中国道教协会或者哪里出版，哎，没有问题，我们就照这个来。里边很多错误，照的念是念错了，啊，只是它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说相对比较好看而已，啊，这是中华道藏，包括中华道藏收入了在道藏中已经散失的啊散逸的敦煌的一些道书，比如《老子想耳柱在里边都有，还有一些最近也出了一些道藏。 啊，也出了一些。总之，现在我们看道藏比以前要方便的很多。一个普通人，只要你要么就去道观当中图书馆里看，要么就是自己去网上或哪里买，都能买到，问题不大。那么，在明道藏之后，呃，大陆的学术界在八零九零年代也出版了一些书，比如左边这个是清朝年间编辑的《道藏辑要》。 后来又进行出版，收入了明道藏没有收的一百多种新的内丹养生的书。右边叫《藏外道书》三十六册，全部都是明道藏没有收的。比如说《茅山志》《罗浮山志》《张三丰全集》《吕祖全书》都在这里边都有啊。但是印刷质量极差，啊，基本把原来的书全部影印一遍，有些字都看不清楚，这也是他的问题。 包括后来又搞了像《老子集成》这样的书，把所有的关于历史上注释老子《道德经》的书进行了汇总。讲到《道德经》，一定要说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读的《道德经》叫通行本，它分和尚公版和王弼版两种，但这不是最古老的。最古老的《道德经》在这里叫竹简《道德经》，啊，是后来在郭店河北湖北省郭店楚简。 啊，出出土的楚简上所记载的《道德经》，以前我讲《道德经》，总有人讲王老师，我们认为更早出土的就是最好的。我说，那你去读这个啊，这个三种版本残缺不全。然后有人说，我要出马王堆，马王堆里出土的那个叫帛书《道德经》，那个好，我们要修炼那个。我说，你去看那个分甲乙两种，残缺不全。你为什么老是修炼残缺不全的东西？ 你不去看我们通行的，通行的好像被修改掉。我说你错了，《道德经》说句实在话，本身就是个方便法门而已。你不要执着于哪本书在古墓里出土的更早，《道德经》第一句话要好好看：“道可道，非常道”，对吧？你还在讲哪一个版本是正版本？对于道教徒来说，哪个版本都好。我们更倾向于用通行版，因为大家都一直用了几千年了。对于学者来说，他才考究哪个更早。 更古老一点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种道藏没有收的要介绍，民间的科书经卷，请大家一定注意 <coughs>。仅仅在广东、香港地区，我知道中文大学的黎志天教授已经有在做啊，广东地区的一些研究，民间的科书经版就非常之多，非常多。但是这几年我了解到了，很可惜的是，现在这些民间的手抄本，有的是孤本，经常面临着你听说那里有一个道士，民间道士。 是吧？赶紧去，然后你去了之后，他刚刚这个咽气，刚刚已经羽化走了。他儿子拿着他老爹的那个书往火里边烧，意思说我不做道士，这些东西对我一分钱用处都没有。但是当你如果说哦好，这个东西有用，是我们道教文化重要遗产，哎，他立刻说好，这个我卖你一百万。说这这个没有办法哈，他烧就烧了，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卖的话，那个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讲就很尴尬。 你一定要有步骤的去收藏，你不要告诉他很重要。你说你不要给我，我给你一百块钱，你告给我。那实际上无价之宝。为什么？听我讲，因为清朝以后道教受到了满清政府的打击，所以官方道教遗失了很多东西，公馆中没有很多东西到哪里来呢？到了民间。比如我研究的五雷法，五雷法的中心原来基其实基本在武当山，在江苏，在这都。 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五雷法在哪里？在湖南少数民族、云南、贵州，为什么跑到什么少数民族去了？因为历史战乱嘛，所以他很多东西在民间。我知道香港有很多我们把一个做道场的这个啊师傅叫拿摩老，拿摩老，还有各个地方有自己的说法。其实他们未必是有一些是正统道教徒，但他手中有东西，小心。 他用的东西，他可能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只照着念。但是，一看，哇，这不是宋朝或元朝的什么什么道教的东西，怎么在你这里有？他用的都是道教的东西，所以这个要注意。有一些海外的欧美的学者也到台湾地区去拜师入道啊。大家现在看到是夏威夷大学的苏海涵教授他编的《庄林续道藏》，就是现在很多外国人倾心道教文化，他也去搜集很多道教经典啊。像这一套就是一个典型。 还有一些大家要注意，在中国遍布着道教的碑刻。这是终南山重阳宫的碑林，碑林里边有几十通重要的碑，有些碑是用蒙古文和汉文共同书写的。这些碑的价值很高，记载了早期全真道兴起的历史。所以这个碑林我去过了两次啊，去过两次，非常珍贵。现在已经由重阳宫方面已经已经有出版啊，重阳宫的碑林。 现代学者也整理出版了一些道教的一些碑刻，都有。我们再比较一下啊，简单比较一下，除了道教之外，我们要知道别的宗教它也有收集它的经典。这是汉文版的大藏经，就道教有道藏，佛教也有佛藏，但它不叫佛藏，叫大藏经。这个就是通用版的，叫乾隆大藏经。右边的是日本学者编写的大正。 佛教的经书非常多，这两个左边的是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它分两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一部是佛所说的，另一部是注释佛所说的，非常多。但是西藏的佛经很有意思，它不像我们汉族的，它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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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过西藏就知道，拿起一条念，再拿一条念，它是这样。右边的是云南。 包括泰国、老挝一带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贝叶经，因为那里很热，很多佛经写在贝叶上，就是叶子上。这是别的宗教他们的经典啊。中国大陆方面在这些年又开始收集所有儒家的经典去做儒藏，儒藏这个是由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在做。所有诸子百家的经典叫子藏。我来给大家看什么佛藏、儒藏、子藏，是在提醒我们的道友。 道教界的编藏工作一定不要落后，因为在一个时代，无论从国家、政府和民众看你宗教影响力一个重要指标，除了当然你有多少场所之外，请记住是你的文化工程有没有做好。如果说佛教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啊佛藏，包括其他的文化，但是我们作为道教文化，我们的编藏却出现了很多问题，迟迟没有推动，我想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好在中国道教协会今年已经开始了中华续道藏工程，当然这个工程将会推向何方，将会做。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们真的要重视我们的经典，不要再出现元朝、满清的时候啊，把我们的这个经书毁掉这种事情。好，最后的时间，我们谈谈关于道经的阅读问题。呃，本来呢，大家肯定会疑惑，说王老师你的讲座主要不是研读体证，对。 但是大家注意，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原因，我考虑过，我考虑过。如果咱们静下心来，真正去读道经的话，那我们恐怕也就读上一篇就要下课了。所以我先打一个预告啊，我先打一个预告，呃，就是第一，呃，我以我除了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个证书课程班讲之外，明年我还会再来香港，啊，明年还会再来，也可能会讲不同经典。 就是香港这份，首先第一个平台就是中文大学的证书课程班，大家有兴趣可以报名。那里我就是专门讲经典啊，只讲经典，专门讲经典。第二，因为跟彭莹监馆很有缘分啊，所以下次再来的时候，我我们如果啊，包括各位领导，包括那陈道友，如果我们觉得哎，我们可以推出系列，我们就不必再去讲这个了，我们就开始研读。那下次再来，我们看机会，我会专门去研读道经。那今天在结束之前，我要跟大家。 再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读，请看这一页啊。首先，大家要知道，《道经》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所以读《道经》是一个很系统、很系统的，很难说读《道经》是一个单一的行为。就是好，我就读就行了。那你怎么读，对吧？你的读是研究还是修炼，还是说诵经？这一点呢，我把它拍了十个方面啊。我觉得作为一个道教公关场所。 啊，我个人现在认为，最好能够把这十个方面尽量照全。从供奉经典，这就不用说，啊，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公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他竟然没有没有道教经典，啊，甚至说他一点不流通道教经典。道教公馆是道场，最起码道经师三宝俱全，你一定要有经典。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彭英仙生做的非常楷模表率，就在于这些年，因为我很清楚，来了很多次。 仙馆方面，他出巨资资助道教文化书籍的出版啊！我看到那个大部头的、大部头的我们那个道教神仙造像啊，的雕塑仙馆做了很多，这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这样，道教公馆才是道场。如果说公馆你只做自己的科仪法师，你根本就不注重我们的经书流传出版，那个就不是道场，只叫宗教活动场所而已，是吧？就不是道场。 所以从供奉经典开始，到诵经、抄经、研究经典啊，体证经典、讲经，讲经可能因为我了解香港方面好像还没有太多因开展，因为去年和前年邀请香港的道友到全国的讲经做了交流，但是呢，我要说一句，就讲经这个以前是道教的一个很大的传统啊，开坛讲经说法啊，以后有机会再提，编、藏、行、传等，就这是一个很系统的。那么。 <coughs> 我们现在阅读道教经典，大概会面临着很多困难。我今天列举九个啊，只只给大家罗列一下，大家了解一下啊。以后有机会要通过研究经典来讲。第一，请大家注意，以后你们读道经一定要注重一个版本真恶问题。你说，王老师，你刚才提到《道德经》的时候说过，版本无所谓。对，大家注意，从根本上来说，版本是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在体验无形的道。但是听我讲。 从我们常规的研究道经上，你会遇到尴尬的一个问题是，即使道藏里面有很多的字是有错误的，是漏了的，这一点我们不用忌讳，因为道藏是人编出来的啊，最后是由人编辑的，在古代那个时间抄写中、排版中不可避免有错字漏字，这就需要我们注意版本。比如说，在正统道藏的一些篇章当中有错别字的，在敦煌的道经中就改过来了。 啊，就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看不同版本。第二一个古文字句，这是我们读道经一定要过。再次声明，我不反对将道经个别翻译成白话文，以方便现代人看，但是终究这不是一个根本办法，根本是要改变自己。你要尝试去学古代经典，为什么？我我简单一讲，因为大家注意汉字。 特别我们在香港很好，我们还是用的所谓大陆叫繁体字，你们叫正体字啊。总之就是没有被简化的字，因为中国的汉字是按照周易八卦的卦象原则建立起来的，它的每一个字都有它深刻背后的一套含义在，不是随随便便,便的。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古文字是代表着天地万物的形，它是象形文字。 其他的梵文包括英文、法文，他们是表音文字，所以汉字背后的东西不能被拆解。你读白话的和读古代的经典完全不一样。比如今天发给大家的这篇《尊道赋》，大家可以啊，下面有时间去慢慢看，里边概括了道教修炼的方方面面。 啊，从他为什么说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谒于公卿，一直到最后他修炼大丹有成，啊，跨青鸾便冲紫府，骑白鹤直夜玉京。这些文字只有用那个时代才能表达的最清楚，一旦转换成现代文字就打折扣。你是愿意学习打折扣的道教书呢，还是愿意直接去喝那个最原汁原味的？你自己决定。啊，所以古文这关要过。 第三，历史背景这个需要我们有一定的中国历史的一些常识。第四个，内容很多，内容多怎么办？我们就要选择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实际修正、跟我们的兴趣比较结合的一些，比如说吕祖。我们大家如果对吕祖非常有缘分感情，我建议,我建议啊，我建议啊，我们可以去专门的啊有吕祖的读经会。 吕祖，因为吕祖留下的经书非常多，以及涉及到的中吕一系的丹法修炼都非常多，啊，我现在在上海这边，我们就搞了一些经典研修班，马上开学。我回到上海马上开学，我们就选取一些大众最关心的经典，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大家坐下来研究，啊，不可能从第一部《渡人经》开始看，一直我们看一辈子看不完，我们选择性的看。 第五个，道教经书中有很多浮屠谜语，这个我们很难去了解。这些东西需要一些懂符的啊师傅呀、啊、道长啊或等等的老师啊去指教。但听我说，我不建议普通的大众或普通的信士过多纠缠与道教的浮屠，因为那个相对来说非常难。第二，我们一般也用不上，你不可能从道藏当中剪切一个浮用复印纸打印出来贴在家上，不可能，对吧？符是要画的。 而且古代的符要靠现代人真正把它画出来，那中间还有过程，所以这一点不建议大家太多去啊，知道有就可以。第六，经书大意难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现在做一个事情，要阐发道教经书的义理思想，啊、哦，所以现在中国道教也正在做道教教义的阐释。第七点，实证修法难合，就是道经是指导我们修正的，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古代的道经和我们现在的修正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们要要注意啊！喜欢练太极拳的，等我下次有机会的时候，专门给大家讲啊！因为这个太极拳经我看的很多啊，哪些经典它讲的，主要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一些招式，这讲的是内气，那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它都有说法啊，不是乱读一气。第八个，名师指点难觅，道无经不传，经无师不明。 读经典需要好的老师来指点。我认为，在现代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集合道教界和学术界，甚至社会一些贤达人士，我们要有一个团队。这样的话，我们让大众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请大家一定注意，没有一个人包打天下啊！啊，比如我承认我这个化学方面就不好，所以你让我去讲什么外丹修炼，我就不懂。但是我个人有我的侧重研究。 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所有道藏你来跟我学，我都教给你，没有这种人，没有，至少现在我没见过一个。我们还是要集集中力量啊，我们集思广益。最后，道教道藏中还有道经中还有一些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的一些内容。如果学有余力，我建议大家了解点佛法，了解点四书五经，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好，推荐几本书，相信在香港大家通过淘宝。 啊，万能的淘宝都可以去买到，啊，因为有些书大陆出的你在香港买不到。昨天我去那个铜锣湾诚品书店，转了好长时间，一本书没敢买，太贵了，随便一本书就一百多，啊，所以比较贵啊。好，首先大家知道读道藏，前人给我们编了很多工具书，比如民国年间就编了子目引得，引得就是 index，就是那个啊，就是目录索引。 那么正统道藏在一九八八年大陆出版的时候，又做了一个索引，是根据荷兰学者施舟人先生他所做的啊，那是法国，际上是法国，他做的一个来改编的。然后中国大陆在一九九零年代出版了《道藏提要》，算是大陆最好的一部整个道藏每一部书的提要。右边这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国外的一个道藏提要，它叫《道藏通考》。 这部书已经由中国大陆四川大学的学者翻译成汉文，即将出版，非常好。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哪一部道经，我们实在先不好通读原文的时候，直接查阅这本书。说这本书主要讲什么什么，里边全部都有。啊，我想先管有保藏，然后一些学者也出了一些方便我们了解道藏的工具书，如朱叶利教授的《道藏说略》，如啊、呃、四川大学丁培仁教授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 这些书根据自己的文化程度的根底，呃，根据情况大家来选择购买。还有，请注意，大陆这些年以来特别出版了一些点教本的道经，请的专家学者都是对该领域专有研究的。我看了几本，感觉质量蛮不错。比如左边是中华书局所出的《云集七千》。 所以我不去看道藏里的云气，因为那里边还是有些错字讹字。我直接看这个，因为是校对过的、校定考定过的。右边的是啊，这个龙门派重要的真人叫刘一明真人，啊，他的《悟元会宗》经过考定和标点，就是这种现代点教的专家点教的可信度比较大，啊。好，基本我们快到最后了，最后留几个问题啊，留几个问题。第一。 大家听我今天讲了这一个多小时，感觉信息很大，对不对啊？这么多东西，但是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假使我们把道藏读一遍，是不是我们就成为高道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你把道藏看完就能得到悟道吗？肯定不可能。你更不可能飞升成仙，你只是把道藏文字看了一遍。但就这个功夫，现在全国没有几个人做到。有人算了一下，把三十六册或者全部五千卷道藏看完。 大概需要三年左右。陈英宁先生在上海白云观用三年看完道藏，啊，人家是认真看啊，不是我们翻着看，这每一篇都看。但是大家，如果你真的能花三年时间看完，就可以悟到吗？不会的，我们只是打下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就像练那个内功，大家知道吗？降龙十八掌，一掌都不需要练，你只要把内功练好，剩下的都不是问题。就这个道理。 所以第二句话，经以载道，法以正经。我们最核心的还是通过这个经典来体悟道，来修我们的法。啊，比如道教有个很独特的叫拜斗礼斗，大家在香港有参加或做过，对不对啊？斗法是道教殊胜法门，在其他宗教都没有，都没有。星斗是我们道教最跟别的宗教啊突出不同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个法我们可以结合道藏的《北斗经》《南斗经》。 东斗西斗中斗，还有诸多的星斗的经典，我们可以去修持高斗之法、拜斗法。第三句话啊，我们要把死道藏读成活道藏。什么叫活道藏？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道教是一个注重身体的宗教。一个虐待自己身体的人，不配做一个道教徒。请大家一定记住。 啊，那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那些有害于我们身体的都不要做，特别是一些恶言恶行，啊，作孽不合天理的事情一定不要做，因为道教首先要提升生命质量，叫活道藏。最后一句话是本人这些年对于很多道教信徒通过跟他们交谈的一个反思，我提出道教信仰的三个层次啊，未必对，请大家共同参参究。 第一个层面，我们对道教的信仰开始基本是盲信，虽然盲信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因为我们还没有认真读道教经典、修炼，所以我们就觉得好，我去拜拜总有好处，这个叫盲信。盲信是第一阶段，接下来我们从盲到睁开了眼，到真正的开了眼叫正信。正信就是说我完全树立一个很正统的东西，邪门外道那些你是干扰不了我，左右不了我。 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大师，什么样的骗子，你根本在我这里不可以，因为我熟读了，呃，比如我们太上的经典呐、啊，吕祖的经典，或者重阳真的经典，你那些邪门外道教我去练出神通广大，我才不干，因为我修一条金丹大道，这叫正信。但是正信只是信，还没有真正体证到。我把真正通过修炼修持体证到经典当中的叫确信，叫确信就是没错。 王重阳真人的活死人境界，我也体验到了。哇，那恭喜你，你基本上就是当代的王重阳，啊，开玩笑啊。但是我们每一个道教徒的理想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希望做道教，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个盲目的冲动，我们会很心里有数的走好我们的每一步，啊，做好我们的每一步。这就是从盲信到正信到确信，这中间你的指路明灯，就是道教经典。 因为它记载着无数的先真祖师的话，我们总会认为他们比我们今天的人要高明，在修道上。最后，最后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啊，稍微超一点时间，稍微超。一点。我们体证道教经典啊，举两句话。第一句话，《黄帝阴符经》的话：“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很多人读到时候就读过去了。我对他的体会是什么？请大家看。 这个叫日月齐明。现在我要把天空当中日月共同出现拿到我手上。右边这个叫单道普照图。你看这个呃道长啊，这个丹家他左手托日，右手托月，一手一个。他并不说我把太阳月亮捧在手中，是说我体内的气血经脉已经完全合乎日月交替。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境界。我们正常人是想睡的时候睡不着。 对吧？该起的时候在被子里边不愿起，说明你和太阳月亮完全没关系。正常最少我们的生物钟跟太阳月亮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紧密。所以道教修行里讲，早上起来要先做什么？为什么要叩齿？因为这时候相当于对不对啊？我们要为什么要叫鸣古击钟？这人体的修炼跟天上配合。下午晚上就不要做什么特别耗脑力的事情。所以下午从事艺术、画画、写字啊。 但就是你休闲的时候，晚上切记从事任何激烈的活动。有的人现在他也在大陆，我晚上跑步一跑就是一公里、两公里。晚上月亮当班了，你要学习月亮，要安静静谧，这样一天才符合规律。这就是体证。这句话：“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真。”再举一个例子，《清净经》都读过，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但是很少有人去想，哎。 为什么我清净之后，天地都归到我的生命里边去？请看这两幅图，这是两个法门啊。左边这个法门，大家一看都明白。头上有什么？真人头上有什么？北斗七星。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它叫什么，哼，这个不知道。你们只拜过斗，告过斗，你们不知道举这个。这个是上清派沉思天罡北斗法，沉思天罡北斗，并不是说他要坐在北斗七星下，是。 时时存思头上有北斗七星临照我身，这个法用来做什么呢？斩妖除邪，就是碰到任何妖邪不好的东西，这个法一存思，妖邪立刻就逃避。为什么呢？你有北斗临身，你在生命中存思了它，北斗就在你时刻在你头上。尽管阴天下雨、暴风什么八号风球、九号风球那个也没用，只要我一存思，北斗星立刻在我头上。这是上清派的法。右边这个叫卧斗之法。 又叫睡功，就是指人按照北斗七星躺在这里，然后他的精神跟天地去往来。这两个法，一个共同前提就是常清常静，心态不清净，没法跟北斗七星达成共和。所以大家看到没有，经典里说的不是一些单纯的理论，说的都是修炼。我再次强调，作为。 道教徒或者社会上喜好道教修炼的人士，一定要把经典跟我们的修炼就结合起来，啊，所以我本人对于经典也有我的一些感受，今天在这儿不多介绍。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清净精洁的心，通过前贤的注释体会真正的我们的道教。全真道的祖师多次讲过，通过性命双修。 把我们的灵根道性激发出来，然后赡养灵根，最终修成大丹，这才是我们最后的指向。那么这两部道经是大家的阅读材料，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琢磨，记住是中低难度的道经。你看看你现在跟修为有差多远啊？最后送给大家四句话，我们就结束了。我说了，道教的本意，道是路。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在路上不断的这种行走啊。 大道漫漫，其路修远，很长，要用一辈子来走，或者几辈子来走。但是呢，我们的指路明灯是道藏，深入经藏，学最上乘的道法。一个人他可以没有文化，没有钱，没有任何，可以被社会很多人看不起，但是你有一个东西可以掌控的，是修最上乘的法。只要发心，当下就是。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道友，你们都会这样去走。 啊，以后如果有机会，我相信我们有缘分的话，我会继续来彭营仙馆啊，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道经。谢谢诸位，福生无量。好啊，谢谢王博士。<好>啊。